翻呢個2020至2023年五級小提琴 A2 Allegro， 咁就講解點啦嚇，兩個 sharp 啦 ，F sharp 同 C sharp， 開始上弓啦，短長。保留二手指，保留二手指，跟住翹低個三手指 D 線，通常你會翹高咗，翹低啲，跟住繼續保留二手指，將一手指伸上嚟高一，跟住繼續用翻二手指。再縮低一手指，合埋二手指，二手指行先，跟住高分二，繼續上高，高一。繼續起三把，拉空弦，跟住G線高一，保留一啦，係合埋個二手指就度位，落翻一把，跟住呢個 trill 三手指行先，跟住再上弓，再上弓啊！有時佢寫上弓符號，即係之前個音都係上弓，你要繼續上弓，所以再嚟多次，再上長。四手指都是四，准备再上弓，再上，保留三，保留一，保留一，因为要翘低四啦，所以三手指用咗，所以翘低四代替。咁啊翘咧就要翘特别低啲，黐到掂都计先，因为方便你唔使喐三手指啊。用完四手指可以用翻三手指高啦，当然你可以用翻四啦，但系我会习惯用翻三啦。再睇多次呢段，呢个系八廿四廿五廿六廿六同廿七，调低四，高三。哦，呢个咧，即系我保留个一咧，就系保留个二，将你一黐埋就够高啦。OK， 保留个二，跟住高一，因为 E sharp 嚟嘅。G sharp 啦，跟住低翻一 B， 跟住正常翻三系 D。我再睇多次咯，翘低四之后，高三，保留二，将啲一黐埋去，高三低翻三 ，OK， 跟住就系，跟住有五组嘅三手指，后屘系一二一。升高嘅啫，跟住將只二手指送你三度，要上三百位嘅 C sharp， 落翻一百位，上得一二行先，高分二，上三百位三高一，平排三，平排三，又可以過去 D 線三個 D 音，落翻一百位。再翹低四，二行先，长啲，分高，上三行先，得完啦。有问题？咩问题？喂，你识咗未？